那么我呢，就是要讲的一个，就是说呢，我其实呢，就是我们自己是怎么转变的一个过程。那么以前呢，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，就是headstrong 的这个 independent 的啊，就是说拼一点，要我太太就说我呢是一个，她也比较客气，就说是一个非常 free spirit 的人啊，说难听一点就比较任性的啊，然后就是自己就是非常有自以为是的那种感觉啊。那以前呢，总是认为呢，什么东西呢，其实都是要一切要靠自己都可以解决的，所以这样子呢，造成的一个呢，你士兵的就是非常，可以说你非常 proud， 或者有的时候是有点啊这个骄傲的这种对。但还有比如，但是事实上世界的，就像我们刚才就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多很多，很大很大的，你可以有很多 stress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不往往就你成功的事情呢，你就不知道感恩，就把这个东西归功于自我啊。失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 frustrate， 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很不好，造成了很多很多的 stress。所以你其实表面上看好像你是非常 strong， 其实你仔细回想起来，其实你是一个很 weak 的啊。那么当你那个，其实你接受主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就内心会很有一种 serenity， 有很 strong 的那种，就是 inner stress，OK，okay？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感觉，就是非常的跟以前就不一样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对。那么我自己的那个经历嘛，也是我们位于呢这个。也因为我有一个经历吧，就是说我是前一年查出来有 prostate cancer 啊，那么我以前我说这个东西是根本就医生是胡扯啊，我就不相信的，就是说没这事情的，对吧？然后医生说你这个三次 PSA 查出来都连续的高，我说这个几率是多少？他说50%。那我说我跟回家来，我说我肯定的是没有那个，对，然后查出来呢是的时候呢，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想到的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我其实一点没有害怕自己生 cancer， 我就想，哎，要是我死了的话，那个我太太怎么办啊？她一个人这个就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就会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觉得还是要很需要有一个朋友。这个时候呢，又好那个 Angela 那个Sandra 他们啊，就帮我们介绍个就是教会，所以认识很多的朋友，很多人帮我们祈祷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受到很大的感动啊。是的，你也可以说说。我呢是那个哈，就是我是从小长到大呢，就从家里哈，我的父母、我的妹妹，然后到学校、到工作单位，都是就是后来就是我结婚了以后，先生、我的婆婆，后来有我的两个女儿，都是就是一直给我很多的温暖，就是我碰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对我特别好哈，然后就得到很多的爱。然后我觉得现在连我们受浸的话，我们都是两个人一起，就是哎，你们就是特别幸运的哈，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我现在真的想起来呢，其实也是因为上帝一直在照着我哈。哎们，对，如果而且呢，我自己 naturally 呢，我有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也会请那个上帝保佑我哈。但是我也不懂那种什么，就是祈祷啊什么，我这种都没有学过哈。然后
但是呢，就是我是那个，就是一直就是 naturally 觉得有一个人，就是就其实就是上帝嘛，就是一直对我特别好这样。但是因为我的先生呢，他是比较 headstrong 哈，就是他自己说的，然后就是 free spiritual。然后呢，我是觉得如果去教会啊，去什么可能会对他有点约束，所以我们就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又是学 science 的哈，如果真的要变成一个 Christian 呢，我也一直心里在想着要证明这个上帝是不是存在哈，如果是真的存在，那么。我们就信这个上帝。虽然我 naturally 我是觉得有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人在帮助我这样哈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真正的就去接触这个教会啊、基督徒啊这样。但是因为就是后来海兄不是生病了嘛，他开刀前一天晚上，是先宇特意跑到我们家里来，他说那个 Church in Marlboro 的所有的人都帮你祷告了，所以就放心去开刀就好了哈。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。那后来就是 Angela、Sandra 就是一直给我们讲高的有多少好哈，然后我们就是一个相信高的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就是一直来教会，来教会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就是海兄的那个变化，海兄的喜乐，我们自己就是一直都非常。对，那么我就其实就是讲，刚才我们魏也讲的，就是说，作为一个我们两个人都是受那个工程科学教育的，我们都有 PhD，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，但是你这个思路一直是这，其实我们昨天讲的就是 I'm the way。是 the truth the life， 其实 the way 就是道，你可以说是道路，事实上也是指就是从道家的学的，其实是一个自然宇宙运行、自然变化的法治，这个角度上你去理解，你就很容易理解。所以这个你说这个《道德经》，中国的这也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。非常明。其实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，你要去学去了解这个东西吧，你只能了解一部分，你不可能了解全部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，但是你是说不清楚的，你真的是说不清楚的。是你要真的想需要了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呢，你会就是说，你可以很 enjoy 有一个小的 discovery here and there， 但是你要想 enjoy 这个 whole thing 的话，你是不可能的，你会 frustrate 的。所以呢，你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要有一个 open 的 mind， 这一点就是说你把这个心 open 了以后，你就接受这个主，你接受了这个主。就可以享受他创造的这个美妙，就是说，所以这个就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最后想讲的就是说，其实教会里边吧，我这个身体不好以后吧，也很注意自己的这个学习一些健康的。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讲到这个 stress 基本上你正常的 stress 是很好的，但是。四五天的 stress 以后，对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啊、抵抗力啊就要下降。所以上帝创造的这个东西很好。就每次到教会里边来吧，你每次到教会里边来祈祷以后吧，你会 feel 这个有一种 serenity， 人就很 relax 啊，就跟那个人就像。我感觉起来就是感觉自己重新像做 baby 一样，就这种感觉，那个就非常 relax， 所以这个对身体也是。我就只说这些吧，就是。好，就讲。谢谢。好。